city. All I did was r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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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. Staring at the lights, they look so pretty. Mama said, so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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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n. 不要又开始上头了，对吧？发出一个信号，你瞧两步去干一下不行吗？这人打得很好，你不要去乱变节奏。包括你拉完以后，你拉完以后随便衔接一下。 你把我这拉完也别往后退，你退了，但是全在底线，就往后退了嘛，对不对？宁可让他抽死，你也要站前面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他出高球，你再侧身；不出高球，你不是着急得分。他跟你说了无数遍 ，OK， 打非常好，越过去直接点直线，明白了吗？这下过身体的直接就点直线了，不要再去别斜线了，没有必要。 懂我意思吗？现在发球压力太高了，你接发球，蹲下一个，捅他一个都没问题，全做二分。开，好不好？他侧身你也不怕吗？只要抢攻了往前跑。没有我来，然后发球，反正你也想打也打不上，那么咱家满开，大姐乱了，对不对？湖人时间到，半场一会儿等一会儿他妈长一点，对，打乱一点没关系，尝试一下。 陈启指导树了一句话：“打乱点没关系啊，尝试一下。”但是前面没听清楚啊，因为就是叫他变化，多打变化。嗯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他拉我以后防的反了，还防了？这他拉直接给他直线，直接抽他了。你比哎，把你逼在反手，逼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不抽他了？对吧？你算准了你侧身，你算不准你就抽他，到正手位，在你的范围。别扭了，我现在发球，他你要我现在还是你要正手，我不知道往哪处。 往正手过，他能拍罚球，罚球往半出台罚，旋转发足了，往长了罚，没关系，就是逼他拉你反了。他要拉直线，你给他继续比赛，对不对？行吗？试试好不好？加油！好不好？是手上自己加一点条件没有问题，他们质量又够高，对吧？只要让香秀这边，哎，有点不舒服，收不来质量，大二位，大二质量出不来，你们可以往前引一点，把他这一个香秀这边给招打出去，好不好？啊？ 让他拧起来，哎，这下给中间，明白了吗？不轻易给反手，你记住了，你跟他打枪是所有的枪是不轻易给反手，要么就过正手，要么就给中间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不轻易给他，啊，一旦是把他打的，哎，打到这儿了，防你再给反手是没有问题，这个变化上稍微少一点，但是战术上一定要坚决，不要太多，啊，一个转不转，一个勾手，这个长球，转不转里面，两面要花开。 对吧？你中间发了一个，他不也侧板吗？摆短给你想，稍微转一点，弹推下去，一定要有搓长啊。包括中拧拉，故意做，旋转拧出来，拧他个小中间，让他靠你一下，你安全退下来，跟他打相持了，要敢跟他打后面的球，要不要纠结于前三板，好不好？啊，打。这边暂停了，被追了三个球。 做梦呢？啊，好不好？还是盯住前三板一样的啊。发这边的话，准备这么远，出去他肯定就掉下去。而且有时候你反手，比如说形成的，所以他拧起来了，你给他一个中间，你给他中间一定要试，稍微给点质量，给他反点进去，然后给他完中间，他腿就折过来，肯定在你正上，这就算了。那他这么挤过来以后，不可能去撇你反手，所以说你这么困难，中间以后往这边来一点，等他一下，是不是可以？ 这会儿一定要算他，我过来接发球以后，加点长，现在摆他摆的很好，对吧？他要回一下。没关系，你现在什么？你现在是摆完短，如果感觉有点高的话，往正手位站，啊，反手位控住，回手位一下，再侧身，对吧？他刚刚不是跳起来，挑着你的正手吗？哎，你会过来一点，注意。暂停时间到。因为说你过来，继续比赛。你们老是，你们。 中间长的人他顶一下反拉，你拧拧他一下，他俩这效果是一样的。这样呢，在一个暂停之后，来看看，必须逼着用正手，然后正手跟他说，让他去做直线，把所有的难度数全部让给他，就 OK 啊。前三板现在控制很好，是不是？摆短搓长，搓长的时候还要中间走，不要给他甩的机会。 一切从他中间走，你只要感觉他要侧身的时候，变正手
是吧？反手能接两套没有问题。哎，其实说白了，你刚才对反手三个赢一个，四个赢一个，已经不赚了，两个那更赚了。不要想着反手对反手能赢，但是这个绝对控制好，加油！但是呢，这个樊振东还有这个空间。现在发这个转不转？这个空间就是练什么收，他现在全是放，所谓的放就是发力，一味的追求这种，就是这种发力，我就冲死你这种硬实力是吧？但是如果说把它再艺术化的话，就是这个收能够收得住，比如说这个球是反拉就反拉了，对，其实要你们看见的话，该出的时候点击线也可以，下一局里面。那我吊你一下，他这边围一下，你再跑，没关系，好吧？短球摆不住，不要硬摆，割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后边的你就打不死，对吧？一着急，位置还没站住呢，就着急发力，就输。为啥没有发过球来？你死我呀！哎，他死你这种，你不是也能照吗？你就拔得高高的，拔住，多半回合你别怕，啊，还是有点不是很自信，自信也没关系，很好。那个球是，我又怕那个球。不怕，现在不怕。哎，你不行，你也换件衣服。我觉得你身上是不是也湿了，也有点潮，好不好？哎，徐指导说，要不然你也换件衣服吧。没关系啊。徐昕现在相对来说心态，一个人用的正手，第二个人一定要用正手，好吧？第一局和第二局你们俩都有，这边用的正手有，你这边还站着看，直接用正手。空当他们要能叠死你们就叠死你们，没关系的。没有人不打不死，没有人一局里面不算错球的，这个没有问题，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就是往前站一点，明白吗？站得太厚了，因为全是在等他俩，年轻肯定比你们快，然后你们还不往前去抢，都等在后面，他不行就往往该调调，该拧拧，不你不行就推，这个是没有问题，短球里面都是一样的，你不舒服你就搓长，舒服了你就推一下，延伸它是一个正脚。你只要把球给它弄低，弄低的弄飘了，它都是摩擦。人往前靠，袁立成都没怎么挡，就中间拉了几个，反手给了几个，短球往中间摆，最舒服。而且他要我这个点，他要这个点，你要半球拍，没关系，两人商量好就可以。You're gonna get old, all that glitter don't turn to gold. But until then, just have your fun, boy. R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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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. When I was a young kid living in the city, all I did was p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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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y. And every single dime that good Lord gave me, I could make it last 3, 4, 5 days. Living it up, but living down low, chasing that luck before I get old. Looking back, oh, we had some fun.Until I hit that wall, if I learn one lesson, count your blessings.
be a ghost. You